知道一点就是，第一个就是一时之内啊建立盟约，南方王打败北方王建立盟约，然后呢到了一时之半，他就使祭司，就是祭司献祭的事情止住了，设立新毁坏可能就大罪人在这个地方出现，也就是说大罪人出现正是七印的开始，七印搁哪地方？七印搁这解开，对不对？这是七印啊，能明白吗？明白。七印搁哪地方？解开七印，出现大罪人。解开七印就出现大罪人，能听懂吗？这个地方你知道。这个地方一期之内是建立盟约，北南方王打败北方王建立盟约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大罪人出现，然后紧接着是什么？1335日搁哪个地方算？搁这个地方算啊。2300日搁哪算？搁这个地方算，搁前面开始算。我们看这个都多啊、哦，这个三年半的时间也多，但上帝看就是三年半的时间。我们看。先看单一里说，三年半的时间是从这个地方开始。单一里书第十二章里说，何西阿书前面单一里书十二章，我们从这行。从那个第十一节开始看，就是从除掉长线的番祭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。等到1335日的那人是什么？就待在灾难期间，逼迫中间。这个地方又是灾难，又是逼迫中间。这是教会最艰难的时候，在教会，教会在地上是最艰难的时候，是被逼迫的。所以说忍耐多长时间呢？说要等到必有1290天，然后下面说等到1335日，那人有说这1335日就是这三年，幕后三年半的时间，说必有1290天，290天是整个的灾难的过程，等1335日呢，灾难过后了还有一段时间，灾难已经完了，君王臣宰将军富户最后跟耶稣基督征战，耶稣都来了，这段时间他跟耶稣征战，就是耶稣把那些敌基督的灭掉了，把大罪人和敌基督都放在哪里啊？硫磺火湖里，然后把撒旦呢也放在硫磺，撒旦也进硫磺火湖里，这个时候那是正是在硫磺火湖里，然后最后呢那两个敌基督和大罪人他是活活的，就活着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其他的人被主口中的气灭绝了，然后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们，最后飞鸟吃饱他们的肉，飞鸟吃饱他们的肉，这多长时间呢？等到1335日的那人是什么？有，所以你且去等候什么结局？这是什么？是世界的什么末日？结局啊！你且去等候世界结局，就等候这个时间。1335日，这个时间是熬炼圣徒的时间。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熬炼？神要叫这一批信徒啊，通过熬炼，使他们清净洁白，并且是什么？是特别就是在主的面前要做王的荣耀这么一批人出来。胜过大罪人，凭信心胜过环境，胜过大罪人，在这个期间熬炼生活，就是等到1335日的那人是有福的，有福的就是什么？还没死，亲眼观看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还没死。耶稣基督是在灾前来，是在灾后来。灾难从哪地方开始了？在这地方就陆续开始，是不是？大罪人一出现，第二个那就是什么？你现在知不知道搁哪个地方开始查1335？啊，知不知道搁哪个地方开始？搁哪？大罪人出现开始数啊！那大罪人你怎么知道他出现了呢？
他搁哪去的印记你就知道是大罪人呢、啊、他给你印666这个印记，是不是啊？他给你印的666印记你就知道谁出现了，大罪人出现，大罪人出现强迫你印这个印记，你要不印呢就杀害你，这个你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谁出现了，大罪人出现，你就可以查，你可以查查日子，不要查月，要查什么？查日子，一日、两日、三日，这么查，查到1335日，不是2300，你知道吗？2300日是整个这个叫2300，是不是？这还多一点啊？2300日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1335日，听懂了？这2300日，我不知道它是搁哪个地方，进入一期之内的，搁哪个地方开始算起的？这个圣经没有准确的记载。没有准确记载，我就不能准确记载，因为它是进入七年的时候，这个日子还不是很准确，因为这后面还延续那么长时间，比七年还什么多，比七年的时间还要长。但是2335日从七年哪个地方出现，就是一进七年哪个地方，一进刚开始要算的数还不够2335日，还多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地方就1291天，是不是、啊、这里面是不是说1290天呢？半年是1290天，1290天，那两个1290天是多少？2300多天，对不对？头一个起要玩，这里面说2300日，就差一点点，就是2300日，对不对？2400。2500，对不对？2500，2580，按照是一个七年是2580，2580，这里头加在一起，这3年半，1290，不对，1290天加一起是多少？是不是2000？也500，2580。但是呢，2300日呢，这里边是2300日。2300少不知道搁哪个地方，就是一进七年哪个地方开始算，这个圣经没有记载，我也查了没有记载，就是指这个说的。在1335日和1290天都指着幕后三年半，但这个幕后三年半是什么事情？1290天就是灾难中间和逼迫中间，这个期间是1290天。那后面呢？后面不是灾难，也不是低基督的逼迫，而是什么？那些低基督都没有的，这是主来消灭所有的人收尾的时间。这时候1335日，圣徒得等到那个时候，身体才改变形状。打扫战场时间。啊，对，就那个时间。说收尾的时间，它不是准确的，正好是3年半的时间，所以它是长一点的时间。听懂了吗？这个地方听懂。你什么时候就知道？什么时候知道开始查1335日？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七印一解开，大罪人出现，七印解开，听懂了吗？搁这个地方开查，但肯定有日子，但那天哪一天来到，你我都不知道，哪一天出现大罪人，那是导火索开始了，刺啦点着了，什么时候着到头？那1335日什么时候着到头？那就是。我们是不知道那个时间的，那这个时间幕后三年半的时间我们已经都知道了。搁哪要开查？搁大罪人。七印搁哪解开的？对，搁3年半。好，回到启示录，这个前面你什么事情发生了你都不知道，你就从大罪人那地方开始计算，你就没错。你什么你都不知道，就搁大罪人一出现了，就开始查1335日。肯定就那天肯定准，那就是结局啊。他叫你查的就是结局的时间呢，是不是？就是幕后3年半的时间呢。好，再回到启示录第6章开始看，这大罪人胜了又胜啊，在哪里出来？他胜了又胜。我们看第13章，启示录13章。第5节到第7节，
剩谁呀？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找到吗？又赐给他说夸大夸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，多长时间？这个大罪人呢，在这个地方任意而行多长时间呢？四十二个月是多少？三年半。哎，在这个期间他任意而行，神就给他这个时间就任意而行，是一期值半的地方算起，对不对？灾难期间，具体灾难这个期间搁哪个地方出现？说大罪人之后能出现，具体几年没说灾难，没说灾难几年，只说减少那日子，把那日子减少了。灾难的期间肯定是很减少的，七晚七夜七号啊，那都是减少这个日子，也许是两年，也许是一年的灾难期间，这个都不好说。但是呢，大罪人可能在这个地方任意而行，越有灾难，他越逼迫基督徒，他越看见灾难，他越任意而行。这里面说，魔鬼就赐给这个说夸大金夸话的一个口，所以他就任意而行多长时间呢？42个月，也是3年半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这里面3年半的时间已经确定了，肯定是确定。十二章里头，我们看一下，十二章还有一点二点半的，就是圣徒交付大手。我们看第14节，12章14节，这里不是这个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养活一载二载半载，也是3年半的时间。灾难呢，搁哪个地方具体没说，是一年是两年，这三年半的时间是一年两年是半年都没说，但是时间肯定不能短的，因为这里面有什么？有七号七印，七号还七晚，是不是啊？这里头不能是很短的时间，但这里头就也不能是七年全是灾难，因为圣经明说了，就因为选民的缘故，那日子什么减少灾难的时间，但是逼迫的时间很长的，是任意而行多长时间？42个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这逼迫时间肯定很长的。我们看啊，虽然是3年半的时间，这个第一季度横行的时间。我们注意看14节，这个龙啊，说13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这个龙就是魔鬼啊，也叫古蛇，叫撒旦，说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。这个男孩妇人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色列民族，到时候我们查到这个地方。于是就有大鹰的翅膀赐给妇人，妇人是指以色列民族，不是指哪个教会说的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那里。到那个地方躲避那蛇，他在那里被养活，他肉体被养活多长时间？3年半的时间，也是一载二载半载，就是3年半的时间。记住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第一季度任意而行。注意看第七节，13章第7节啊，又任凭他与圣徒什么征战，通过他说说夸。他不是一个国家，也不是个民族，他是个什么？这个第七度他有这个受软能说夸大话的口，信不神是人呢？是谁？这是人呢，就是一个王兴起来，这个第七度大罪人，他说夸大话的口，并信不天上的神，然后呢叫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什么得胜了，但是李叔说他也得胜了，这个地方也说他得胜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圣徒得胜了，是他得胜了。他得胜表明圣徒被他杀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往下看，并且得胜，是吧？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国、各邦，又住在地上，说凡住在地上的名字，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死羔羊生命色上的都要拜他，拜谁？是拜国家呀，是拜个人。说这里不是国，是一个人呐。单理是用国，但是这里面是用什么？用人。说这里面王，用王来代表，是在启示录第17章，我们到时候咱们再详细再查。我们先看16章，不是第6章啊，启示录第6章第3节。找到了，咱们读到第4节，谁来给读一下？这是第一印呢，解开了。记住啊，
它的特点是什么？这个比基督这个大罪人出现的特点是什么？骑白马，拿着弓，带着冠冕，胜了又胜。真基督我就不用说了，你就能说基督几个就是，你不用全基督。真基督是从天上降临，骑着白马，驾着云，对不对？带着众圣者，对不对？众天使降临，众圣者降临，而且是什么？口中有什么利剑？记住啊，他是从天降临的，是不是？穿着细麻衣，腿上写着什么？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而且是从天降临，不是从地上。这真基督和假基督，他俩的区分，你要能明白了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这个地方是给弟兄姊妹交通，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地方，将来认真假，这是。第二音啊，第二音解开是什么呢？是不是战争啊？是。你注意看，这里面说红了，红马，红马那就是什么？战争出现了。我们再看啊，一二，解开第二音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国度说：“你来。”就是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力和大大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取凯云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什么呢？战争是不是？对，战争出现，就是这个地上先战争出现，敌基督出现了，紧接着世界战争就出现。大罪人，这个第一印解开是大罪人哦，第二印解开就是战争出现了。那时候人呢就像疯了一般的，势如潮水上，见人就什么杀，见人就杀。耶稣基督预没预言呢？我们看马太福音，看耶稣基督预没预言这件事。马太福音24章。咱们先从第6节开始看。耶稣说这时候耶稣对门徒说，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什么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说因为这事是什么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些还没有什么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一个国攻举兵攻击大国，那个时候就不是什么，在耶稣未来前的时候，就是快就进了末后时期了。这个国和那国俩干，和那国俩打，那国又攻击另外一个国，那时候就乱打了。说这国举兵攻击那国，那国那个整个那个世界那是没有安宁的时候，天天打仗，就是七年半那个就是说七年半这里都有一次大的征战，就是人心多那次征战，那是最厉害的，几亿人口在那征战，人的血流到马蹄脚环，流淌到马蹄脚环，就不单单就是幕后从天上来的灾难，人和人自相残杀，天上来的地上来的，挪亚方舟那时候也是这样，天上窗户也什么敞开，地上的渊源也什么也裂开了，然后开始冒水，天上是冒水，是不是？天上完全浇灌水，地里往上冒水，就是毁灭，同时毁灭那个时代。将来那场灾难也是这样，人和人血流成河，彼此见面杀，甚至那个时候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先预备好一个心智，就是你的家人不信耶稣，我来杀你，你信不信？信啊。那人就像疯了一样，见到面就杀呀，三句话不到头，就说刀给你捅进去，就这样。圣经有没有这话啊？我们看路加福音21章。第
第十六节，这是你亲爹妈，你亲爹妈都起来攻击你，因为那时候爹妈要不信耶稣，你信耶稣的人，你亲爹妈都起来都来杀你。那个时候就像撒旦的入了身，就附体了一样，不管一切的事情了，像撒旦附体了一样，见面就杀。找到吧？好。找到咱一同来读。十六节，连你们的父母、弟兄、亲属、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，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。耶稣说不说？一家五个人讲什么？是相声。三个人、两个人相声，相声。这都是指幕后时期的，都指幕后时期那时候出现的，是不是？恨你，为什么恨你？因为耶稣说你们不属世界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就不爱属自己了。说这场战争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战争，血流成河的战争，是马到马的高达马的脚踝的一场战争，一场最大的战争，全世界性的战争，人家家里互相战争，民族和民族互相战争，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战争，最后呢纠集起来全世界的两大派进行什么战争，最后都归到一个人，就是敌基督手下，好多人都归到他手下。这时候对圣徒是一场严峻的考验，那你家人都弃绝你了，你还信吗？信。你的老婆出来攻击你的信吗？你的丈夫出来把你交官了，你信吗？这里面就说什么父母啊都跟你为仇，是不是？弟兄都为仇，所以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这些人亲族，耶稣也是被亲族所杀的，他就是 被那些人所杀的。那这个信心呢，我先要告诉弟兄怎么先预备好，一旦有这些事情呢，你就可以想起圣经所说的话，对，你就不至于跌倒，对，所以这是一场严峻的一场考验，对每个基督徒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，是信心的一个火的试炼。所以主说要有火的试炼的道理，莫想我来叫世界太平，我来不是太平，我叫这个世界太平，那太平是将来的世界，不是这个世界太平。这个世界太平，你就不仰望天国，你也不仰望将来的世界。所以耶稣没有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永远有太平，他说你在世界上要有什么？平安。你在我里面要有什么？平安。平安。所以这个地方，你不要想找在这个世界找安逸、找享受、找爱，这个世界找不着爱，找不着平安。找不着喜乐，在基督里面有喜乐，是不是？在基督里有平安。是，在这世界上就是彼此相杀的世界，刀剑刀割相见的这个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安宁的世界。最后你会看到整个这个世界没有安宁了。从低基督一出现的时候，就一天不如一天呐，每一天都是这样的。再说基督徒凭信心活着。你要不凭信心活着，你的心一气之下跳楼了，一气之下上吊了，一气之下完了，我这信耶稣怎么还这样啊，我就不理解了，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提前告诉弟兄姊妹，信耶稣将来有一场严峻的火的什么试炼。试炼火的试炼才要临到，所以耶稣说这个火的试炼是，就是指将来你家里都要站起来，都要攻击你，别人攻击还好说，对不对？就家人起来攻击你，你最叫你伤心的，你最爱的人起来攻击你，你最疼的人攻击你，你最关心的人攻击你，那是最你受不了的。外人把你交官，是不是？你还能承受得了？就是你的爸爸把你交官了，你的妈妈把你交官了，你的弟弟把你交官了，你的哥哥把你交官了，是不是？你的丈夫把你用
用绳子把你捆起来，落到把你落去教官去了。这件事你怎么躲呀？有的人可以躲，但是你家人没办法躲呀。你的家人为了害死你，把你的饭碗里放点毒药里。啊，你能理解吗？能不能理解？啊，能不能理解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兵，这是兵戈相见的，刀枪相见的。那个时候没有爱，你找不着爱，人的那脸跟人都没有笑容，都是什么？横眉冷对，就像刚才咱们查那个大罪人的出现的，是吧？他是什么？面貌什么？凶恶，狰狞凶恶的，口不关言啊，特别狰狞，特别可怕的，凶恶的。所以，凡受他这个领导，那并不是这人不好，而是他身上就是他战争的人，他身上都受了一种灵，哎，这种灵一旦受上了，马上就他里边整个就面目狰狞的，是一种。邪灵啊，邪灵附体啊，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，那将来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不是你怎么样，那个时候就不用你标了，不用你说算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基督徒才需要一个超越性的信心，来跳出这一切。如果我们的心在天上了，在地上无所谓了。如果我活在心里面，肉体无所谓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已经跟基督同死同埋葬了，无所谓了。将来怎么逼迫都无所谓，将来肯定有逼迫的事，不知道谁叫邪灵附上了，不知道谁叫邪灵，也许是我们家的人，也许是外人，也许是亲朋好友，也许是自己一个床上躺着妻子，还也许是什么你最好最好的要好的朋友，被邪灵附上之后呢，他马上就变形了。你眼瞅着他脸就变形了，眼瞅他就不是个人了，是不是？眼瞅他就狰狞了，眼瞅就向你下狠手，是不是？这就说有许多被他们害死的。你说不被邪灵附上，哪有自己的父亲母亲都把自己把你交关了？你是他的儿女。不是被魔鬼不斯纳信传道的时候回来，他父亲就拿水杯就放了一杯茶叶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放着毒了吗？七倍的毒，毒死他。你说是不是被鬼附着？是，这就邪灵啊，邪灵附体啊。因为他抵挡，不是他要抵挡，他里面的邪灵要抵挡，非要把你害死一个，同时对全天下教会一个什么？一个考验，一个试炼。把整个这个教会中间如同塞麦一样，所以他说我用火的试炼领导你们，圣灵与什么火的洗礼，那场火的洗礼是没办法逃避的，就必须凭着信心来面对那个事实。无论那每个弟兄遭遇什么事情，都不要什么，都不要退后，因为经上已经说完了，到时候你就回到圣经，经上已经说完了，我死也是圣灵预言完事儿了，我死，我被杀了也是圣经预言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将来有许多人被杀了，为主殉道的，到时候我们讲专题，讲这个为主殉道这个地方。好，再继续看啊，一定会有这件事情发生的。我把这件事情讲给弟兄们，说这个战争呢，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战争。所以这里边说，第二件解开是吧？一活物说话，你看下面说，就另有一匹什么？马。马是什么？红色。这里边马都是代表战争，耶稣来也代表战争，他骑着马也代表战争，是吧？这里有一匹马。马，什么马？红马。红马啊。那个是什么马？白马。白马，一个马是白马啊，这是红马。一共几个马？两个马，一共几个马？四个马啊！别忘了，别不然整两个马，两个马那两马给你吃了。红马啊，红马代表
流血，红马代表流血啊，白的代表冒充假冒，冒充基督圣洁的主，卖冒充基督的敬虔，这是白马啊。红马代表什么呢？流血的，要杀人了，所以要战争了。再往前看，红马有没有权柄啊？有，是吧？下面说红马，下面得权柄，这个人就给他一个权柄，是吧？可以杀人的权柄。得权柄，往下看，从他可以从地上把整个权力都交。这个红马他不是代表一个人，他代表将起将来兴起几个王，把这世界中太平已经什么？世界还有没有太平了？这是得权柄夺太平，夺。再往下看，使人彼此什么相差，就这么一个权柄，就是他可以什么叫人彼此相差，被邪灵附体，得权柄彼此相杀，彼此相杀。那个时候就没有你爸爸我妈妈了，那时候就没有你爸爸我妈妈了，听懂吗？听懂了。眼睛通红着呢，这搁后边拿刀撵你，快跑！你要跑慢了，给你刺上。他不是他要杀你，是鬼要杀你，听懂了吗？要看着他被邪灵脸一变样了，那脸刷青的，刷着脸变样了的，是什么颜色？是那个脸是青面獠牙的。突然他在你面前就显出来，你赶紧跑，是吧？他抓住你就没跑，彼此相杀，在地上的人彼此相杀，彼是你，此是谁呀、啊？我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彼此相杀，那人就是你杀我，我杀你，谁杀了他？里边都被邪灵附上，互相杀，都被邪灵附上就互相残杀，没被邪灵附上的就被杀。那你就得什么跑？主给你一个机会跑的机会，是不是？以色列民那时候也是险些被灭绝了，就剩下144000，最后你会看，就剩下144000受印记的，这个没被杀，凡没受着印记的都被杀光了，杀尽了。这是一场大的厮杀，灾难一来到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厮杀，上帝就给以色列民144000人开一个道路，开到哪呢？开到什么地方？亚萨那个地方，我们到时候咱们会看那个地方。12章就提到给以色列开道路，天上就显出了将来他们在天上的冠冕，以色列最后全家得救，一个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灭亡，凡预定先生的都得救了。说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第四点是大刀，你别问就四枪三杀，又赐了一把大刀，表面什么杀绝了，对不对？把大刀赐给他，赐给他有这么大的权柄，赐给他可以杀。所以说敌基督啊，他不单在地上有权柄，他似火从天上降下，就迷惑许多王，王和王之间就是什么进行什么相争，就互相相争。那魔鬼就有这么大能力，把这个权柄赐给大罪人，叫罪人成为他的代表，把座位也赐给他，把权柄也赐给他。他是呼风唤雨的，那时候你能行许多神迹，能叫火从天上掉下来。好，这是第三节到第四节是战争，第三节到第四节是战争。再看第五节到第六节，一二，现在地上的时候，我地面地上的不如说，你来我就过他，现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
这是杀死的，这是饿死的，然后最后野兽出来又咬死了。反正这个地上就没有太阳了。到那一段时间呢，基督徒度日如年了。基督徒在地上在度日如年。不要说基督徒啊，那时候没事呢，那时候咱们早早就接走了。谁这么说的？他们说给我找依据，给我找圣经依据。等到时候我给你找圣经，是吧？这个大战争来到了，耶稣基督就讲了，必有大灾难，是不是？大饥荒必要出现。我们看预言，饥荒出现。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1:10，多处不是一处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说多处，没说一处。这是指灾难的，灾难的时候，灾难来到的时候啊，我们看第10找到吗？21:10找到了，一同来读，一、二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要攻打民，我要攻打国，必要大打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”好了，说到这里啊，10:11这两节经文说什么？那时候必有什么？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。因为耶稣在10说，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民要攻打民，国要什么？就表示大战争要先兴起，大罪人出现就出现什么？大战争、大饥荒、大地震，是不是？大异象、大雹子、大山、大星都往地上砸。”你说我们进家不信耶稣，到那天咋办？吓得魂不附体。那圣经明明形容他们是吓得魂不附体的，是不是魂不附体的？是。在哪说魂不附体的？啊，看我往后看25，魂不附体，吓死了。那天上有异象，露出个大眼睛。晚上出去看了，天就哇一哇，露出个大眼睛搁天上出现，就瞅着你，你吓不吓死了？到那个时候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天上什么异象都有，你越就世人越害怕的异象，就从天上露出来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越可怕的异象，不怕能圣经能记载吗？世人最怕的就是什么？啊，就怕什么？就怕将来看见什么不好的事情，说看见个什么，看见个猫头鹰在他家叫，他也害怕，狼叫他也害怕，是不是啊？那时候听到山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叫你都害怕，再听到海浪横红的声音，是吧？海浪砰砰砰，海浪撞击那个声音，就是从这个地方都能听见，听得特别真的，轰轰的。重水的声音，可这个地方都能听见，吓死了。不信耶稣的人，那个胆，那肌肉都跟着跳，两腿都打掉，是不是？两个膝盖直什么？就像波沙撒王一样，上帝的指头一在那粉墙上一写字的时候，吓得两腿，这个是两腿膝盖，两个膝盖直往一块儿什么？想撞，吓死了。那就是个异象给你看，每一次上帝的愤怒临到的时候，手一写字你就知道要愤怒了，写律法愤怒来到，耶稣万要写字愤怒要临到一些人，是不是啊？先开了，在旧约里就要愤怒，害怕了没？啊，我这不是讲假话，这真的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我要不这么讲，等你们临到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，你们毫无防备，是不是啊？今天你得预备心智，等灾难来到的时候就毫无惧怕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聪明的孩子早预备心智，愚拙的呢，等来的先预备完了，今天我就听到，就把这道刻在心里头，
等耶稣基督在未来的时候出现的这些事情，不用害怕，不要紧张，不能死的，因为我们就算身体被杀了，对呀，都知道这件事。谢主的恩典。这十节说什么？这是耶稣亲口预言，不是人说的话，不是地上的人说的话，是天上那位从神那里来的，他什么都知道的那位主说的话，无所不知的主说的话，假不假？假基督说假话，真基督说真话，假使徒做假见证，真使徒做真见证，假传道人传假道，真传道人传真道，听懂了吗？假弟兄假热，假亲近假相爱，真弟兄是真热乎，真亲近真相爱。所以我们看看，是这圣经里没有说民要攻打敌，我要攻打国，下面就是什么？下面是什么？民要攻地大大的什么？这是耶稣讲话，地大大震动，是谁说的？主说的，肯定就要发生这件事。地大震动啊！你看日本，这是整个局部一个小地方，把中国人吓得不得了，把中国人吓得那心惊肉跳。这件事还没临到中国呢，中国的那汶川地震，你吓得把许多人吓得够呛，吓得够呛。你告诉他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将来就逃避这样的灾难，逃避这一劫呀，将来就不能下地狱了。你都是吓得，今天肉体上死无所谓的，就真死了也无所谓。我信耶稣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要是没信耶稣，将来一下真死了下地狱咋办？啊，一下就真死了下地狱，你说咋办了？那直接就吓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预备，正是明天等来的时候，你就不惧怕。等今天不预备，到时候来你就惧怕。所以今天我讲给弟兄姊妹，目的是要叫我们今天就先预备好这个心智，所以盼望那一天来到，不是惧怕那一天来到。有信心的人盼望那一天来到，没有信心的人是惧怕那一天来到。我现在巴不得主啊快来吧，主啊快是结局吧，主啊快进入倒计时吧，啊，幕后七年是倒计时，幕后3年半的时间是倒计时，对不对？过一天倒计时，离那个主来的一天近一点，过一天就近一点，再过一天就近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虽然艰难呐，那个日子度如年呐，艰难。3年就是1000多天的时间，论现在说1000多天的时间，就3年多一点的时间，啊，就不到4年的时间。这3年多一点的时间，这3年的时间，我平常过老快了，对不对？刷就过去了，刷几年就过去了，几年就30多岁、40多岁了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都感觉到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快呢？而那3年的时间是艰苦的，是熬炼你的，是像炼金似的，是在痛苦中间的。是在各样逼迫和残害中间的这3年，那现在预备什么？预备信心，最关键的是预备信心。预备信心，信心预备没预备好？没预备好的，你看见这是生命的，你注意看这段经文25节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下不下？3星都显出异兆了。下面看，地上的邦国也有什么？因海中波浪的声音，就汪汪什么？海浪澎湖，海浪波浪的声音，呱呱的波浪掀起老高，那就表明世界就完了。啊，是这个世界马上就要什么？结束了。你能在陆地这个地方听见海浪的声音？是突然吗？啊，不是突然。
现在你听海浪声音能听见吗？听不见。这都不是讲现在的事，而是讲什么？将来的事。听见海浪声音，搁这都能听见，你说还有好吗？扒不住高楼大厦，扒不住一个什么几十几厅的200平方、300平方的房子，地震我哪跑？光说住那个东西呀、啊，住那东西那就是埋葬，就是埋葬人的地方，自己给自己建造坟墓了，是不是啊？给自己建造坟墓，将来呢不用别人埋，自己就把自己埋了，是不是、啊？住这个房子用钱给自己买个坟墓。要怎么豪华，怎么设施，屋里怎么有什么用啊？耶稣来了，没有地地什么大大的震动，啥没用啊？是不是啊？地大震动，你说人在地上干嘛？那还有时间去设计那屋子吗？吓死，还敢住那屋子吗？买了房不敢住，是不是啊？将来那个时候就是那样，你有多少钱都买不回来你的命、啊、你有多少钱都不能买命，因为那是要命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那是要命的时候。好，再继续看，天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能吓得怎么样？魂不附体，魂都不附体上，魂不附体了，魂走了，对不对？吓死了，别吓死了，天天的害怕，活在恐惧战争，我惧怕你，没有一天安宁的时候。你说那个地还能好？这地本来就能震动的国，对不对？这地球本来就能震动的国，你看这能震动的国活着，你心没向神。如果你心飞了，飞到天上去了，地上愿意怎么震动怎么震动，该我是。对啊，是不是该我是？他爱震动震动，他爱地震地震，他爱海啸海啸，他爱怎么怎么，和我无干了，因为我已经在哪了？天上。好，今天咱就需要把这个在地如同什么？在地，就这么个心。世界里我也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你不抓这个世界的，这世界东西都能把你勒住你，对不对？你走不了路的。所以今天不要效法罗德的妻子被缠住了。好，再继续看下面魂不附体的说，那时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临降临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什么？行行行，什么意思？王哥整理的，咱们主来了，对，这是情深昂昂走，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了。我们是高兴自然说，真不错，咱高兴啊！自然是这主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高兴咱们的钻头不病的四人，就是钻头不病，脑袋拱那个石缝里头。大山啊快把我藏起来吧，小山啊快把我遮盖起来吧，躲避了不保自己的面目和羔羊的什么耶稣基督在里面，整个这个世界中整个一片的混乱，一片哀声啊，一片的疼，四人吓死了，魂不附体的，像神经病了，是不是有点像疯子，像神经病一样？但基督徒却是什么？他们简直是怪物啊！他们这个世界这么大灾难，你看他妈挺惨的。高兴了，高兴主啊！怎么地？咱们的主终于要来了，你说高不高兴？高兴，咱们都乐都乐不来，他们苦都苦不来。他们是先甜后什么？后。我们是先甜后什么？后甜。耶稣来了，就是咱们从天降临了，是咱们天天仰望着主耶稣基督来接咱们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大瘟疫出现，大瘟疫扑到来吧，是不是？千人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临近你，也必不挨近你这战场。你有这个抓住这个应许吗？抓住了。所以就不用害怕，这是饥荒出现啊！第四节，
十一节说，地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什么饥荒、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二十一章，刚才二十一章十一节，找到吗？饥荒出现，饥荒出现到什么程度呢？一千银子买什么？这都多少？一千银子买多少？一千银子买三升麦。啊，一千银子，一千是多少？一千。啊？不知道。十钱是一两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十钱是一两？啊，对对，十钱是一两。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的，大麦是麦的没压出来的，听懂了吗？带蹄子的。叫大麦，一钱十，一钱是多少？五克，八块钱啊？五克呀，我不懂多少，那一钱我都不知道多少。十钱是一两，十钱是一两。啊？一钱是多少？我不知道是一钱是多少，反正反正那个麦子和这里边说大麦呀。特别值钱，地上的物品特别值钱，说吃的东西特别值钱，油和酒也不可什么糟蹋，现在扔点行了，不想吃了就扔掉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发霉的呢，没有啊，你有钱找不着食物啊，他关键你有钱买不着啊，是这样大饥荒吗？不是局部的，是吧？耶稣说多处必有，什么叫多处呢？不是一个地方，地震也是不是一个地方，不是局部的，而全世界性的，咋办？弟兄姊妹说咋办？啊，那时候我们饿死了，啊，没有粮食，饥荒啊，我们怎么办？啊，我们应当怎么办？靠什么？吃饭会够没有？我告诉你，将来就是为什么叫你吃生命？耶稣为什么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？你劳多少最后都没有用的，没有粮食，你的钱就得当废纸扔掉。你听懂了吗？你有钱，你也没有粮食，你就捧着钱活饿死。有没有卖的？饥荒来到了，没有卖的，你咋办？就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讲幕后时期这个异象，给约翰看这个异象，约翰就把这个异象写出来，这是幕后的事情，这是基督要来前的事情，这是幕后三年的事情，主就是生命的人。今天吃了粮食不饿，耶稣明讲了，他说凡说吃这粮的必定什么不饿，和我所赐的必定什么不饿，我就是世界光，跟从我都不带黑暗的什么，三样东西都解决，将来光掉了，粮食绝了，水没有了，所以上帝今天才叫你预备什么水，预备什么粮，预备什么光，生命的光，真光，对不对？主就是这么说的。所以哪怕我少赚点钱，我来听一听，一下就领受，一下就得着，蹦好几个高往回跑，欢欢喜喜出来，平平安安的蒙什么引导，这不是在说谎吗？是主耶稣亲口说的。是，有了我的话，又去遵守，那人就是什么？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什么显现。在大灾难中间，主的形象就向你显现了。你活着是因为主向你显现，你信他的话，主向你显现，你就不渴了，不饿了。不是四十昼夜，三年半的时间不吃饭，饿不死。信不信？信。三年半的时间不喝水，全世界的水都变成什么？血，不喝水，活着，世界都没有光了。
明是我的活水，从我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好不好？好。就这么活的，这就叫信心。有了这个信心，所以谁是什么胜过这个世界？谁？岂不是信神儿子的吗？信他能做什么？信他在灾难中间我还活着，我是在灾难中间靠着信心活着的，靠着他的话语活着的，不是靠着我血肉膀臂赚来的钱。上帝说好，我把智慧人的智慧全灭绝，在灾难中间你们说我就可信靠自己吗？好，我叫他捐粮食，信呢？信自己呀、啊！我没有钱我就不行，我欠粮就赚钱，我就信我自己。主说信呢、啊，我把粮食赚来断了，那粮食不是你的，我不给你，你不赚钱吗？我叫你买粮来，我没有粮食，我叫你买来。这主的意思就这个意思，但是呢，借着我的口把这意思表达出来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借着我的口把它表达出来，你不是能耐？来，来，我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头，来，你不信你自己吗？活着，世人都饿死，你不能活着，我兴点瘟疫呗，我看能不能扛住？你不信你自己，看能救自己吗？该倒的一样吗？倒，不该倒的，这站得好哈。神就告诉你，你看信靠我名的人，我不让他倒，我让他站住，在哪里站住？在瘟疫中间站立住，在饥荒中间站立得住，在逼迫中间站立得住，在什么大地震中间站立得住，是不是？在大灾难中间站立得住？怎么的你不让啊？啊？怎么的你不让、啊？主就给世人看了，然后呢，灭绝世人叫我们看，我们得福叫世人看。世人看了就咬牙后悔，我们看了就怎么着？感谢上帝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两种看法。世人看见我们，他以为怪我们，怎么别人都饿死了，他们还饿不死？别人都瘟死了，他们瘟不死？别人一阵阵死了，他们阵不死？是不是？别人都被野兽咬死了，他们没咬着他们？那蝗虫专门咬什么？脑袋没有什么阴茎的人，怎么就不咬他们？怎么回事呢？他们觉得很奇怪，是不是？觉得很奇怪，他们觉得很纳闷，这是为什么？哎，最后就是这个解释，最后会查到启示录最后这个解释：蝗虫专门咬那额上什么没有生阴茎的人，蝗虫就咬挑着咬。越过去就像那埃及巡行埃及夜，神的使者巡行埃及夜，在那夜之间杀死了所有埃及所有的长子，所有的牛犊投生的，牲畜投生的，是不是、啊、还有呢，人的家的长子全部杀死，就没有杀谁？以色列。因为为什么？以色列门楣和门框上有血，对不 对, 对，表明今天没杀火，表明我门楣门框上这个肉体就是门楣和门框上有什么？有血。所以他越过去了，我害你的丈夫，你这个外的这个门楣呢，就代表这个属肉体，那个肉体的生命，在这个门里嘛，就在这基督里，对不对？我在基督里，这灾必不临近我。所以神叫你不但不临近你，叫你亲眼观看，看个人遭报。我叫你看，你看他们怎么遭报，是因为信和不信结果就是什么？不一样。信和不信结果就是两样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轻定，信的人不遭灾害，信的人信的人不遭灾，不信的人就遭什么灾害？定下来是什么？好，咱们到这今天讲到这里啊，明天继续回家去查，自己再看一下。今天查的好像这些地方你们听不懂，听不懂有什么问题的可以问一问，问的张弟兄也可以，问我也可以啊。有一些问题啊，你们可以记在本上。报告，找到了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查考启示录，求你的圣灵
在我们里边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，使你自己的出口被你圣灵所引导，被你圣灵光照，把你启示给约翰的启示录来光照给我们，也把你启示给单以理的单以理书也光照给我们，使我们都能明白这两卷书的奥秘，就求你来引导我们，不住地的再给弟兄姊妹的心灵，使我们的心完全被你得着，借着幕后的事情使我们警醒的祷告，警醒不倦，不活在肉体中间，不活在老我的中间，来活在主你耶稣基督里面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，愿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完全扎在基督的磐石上。求你来带领每个弟兄姊妹，你听我的祷告，把网络的教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。求你来应允我的祷告，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，在网络中间给兴趣更多的人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在这四代中间将你自己的福音交在你大能的手中，借着我们兴趣更多的人来起来传讲你的天国的福音，借着我们来把你的救恩真理传给世界更多的人，就求你来差遣我们出去收割你的庄稼，就求你来带领众教会，你是教会所在真道上合而为一，听我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